再看到本周进入科技股，法说旺季，今天由 IC 设计厂现群起跑，还有晶圆代工厂联电封测大厂日月光预备公布营收。不仅如此，全球重要科技股的 Google、脸书、亚马逊也都将在这一周发表营运展望，可以说是相当热闹。 国内 IC 设计、为控制器大厂升群受惠客户订单发酵，上半年营收二十二点四亿元，净利四点一三亿元。上半年每股纯益达到一点八三元，再度写下新高记录。业者看好指纹辨识应用、物联网家电、电竞需求回温，对半导体景气展望乐观。营收跟获利来看的话，第二季应该都是算是历史新高，那算是不错的成绩。我们对于下半年还是算是很乐观的。 本周进入半导体法说旺季，有圣群首先起跑，包括金源代工联电、封测大厂日月光、翼龙电、记忆体封测厂立成陆续召开法说会，国内面板双虎、群创、友达更首度同天召开线上法说，法人聚焦第三季、第四季展望。 飞屏阵营拉货潮，以及连电十四奈米进度、月光细品合并案都是课题。不止台湾科技股精彩，美国的超级财报周也上场。科技巨头 Google 母公司 Alphabet 打头阵，脸书和亚马逊紧接发布财报。道创工业指数三十档成分股四分之一公司集中在本周公布。麦当劳、可口可乐、波音、英特尔等八家公司先后公布营收情况，成为科技产业重要指标风向球。新大币是林家为沈维彤，台湾台北报道。